看一下，第一个，我今天有十个题目。好，第一组题目有五个，这五个都是猜我们台湾这边的地名。好，请同学仔细听喽。好，第一个题目公有地，公有地。好，请同学猜猜，还有台湾这个地方一个地，一个乡镇的名称，有没有同学知道？请举手。工地。工地不是啦。公有地。给同学一个提示，是我们附近，比如说我们南部附近的地方一个乡镇的名字。你们老师知道的，公有地，它一个地，一个乡镇的名字。好，30秒钟，没有同学知道，那我们就公布答案喽。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答案揭晓，这是台南县的湾田乡。哦，同学失望的样子。公有地，湾田嘛，就是关注所拥有的田地，就是公有地嘛。那接下来是一个应该是蛮简单的哦，也是一个地名，天上圣母，天上圣母。好，前面那边有两位同学，好，请男生来回答好了。现在是哪里？好，刚才好像有同学答马祖，对不对？没错哈，有趣的话呢，马祖这个地方非常好，好，运动棒棒糖一支，这边有各种不同颜色，来帮自己加好了。接下来，哦，第三个，笋，哎，题目只有一个字哦，笋，它一个字，好，刚才那位女生叫什么？新竹。好，刚才同学答新竹，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对，对的，好，厉害，哎，就是新竹，怎么样？接下来好，今天好，第四个题目，君子之交，稳住其交。哎呀，我转过头来就好多同学，哎，左边这一张，今天是好淡水，对不对呢？对，哎，没错。人家说君子之交淡水，非常好，掌声。接下来我们这边看到第五个谜题，年年二三月，你哪位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哦，转过头来又有好多同学。他前面这个地方，中间那位男生，他说农村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，四季如春。接下来，我们看第六题。第六题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猜喽。比如说，我们要猜一个字，第六题，你们说，一只狗，啊，四只嘴，一只狗，四个嘴巴，哪一个字呢？好，刚才有同学，就后面那位，哎，这就是你，大声一点，好，四。也是戏剧的戏，对不对呢？好，哦，没错。有人说呢，中间是犬，犬是狗嘛，然后它的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嘴巴，上是口嘛，对，非常厉害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题，我们要猜一种是狗的名字哦，又是谁唱的呀？好，看一下，有声无限，五千不短，啊，有人听啊。猜一种昆虫，我再重复一次，五香都短，一点就会这样。后面那边，可是，
的会很痛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比要开一种生理现象，也就每个人都会发出的一种生理活的活现象，有声无影，好无影声，也就是说有声无影，有味道，但是却没有咸淡。好，后面这边有请到二年级已经举手了。好，最后面那位男生，有没有要猜的？好，现在举手。大声点。啊？五千五。好，刚才同学说。好，接下来保持音，我们注意看到第九题。同学，对，要拍一种日常用品，你们平常同学一定会用到的。同学，出门一朵花，进门一朵花。你们说出门的时候，它好像一朵花，可是回来的时候，它就好像是一条花。好，后面那位一年级的男生，一年级，他分辨。好，看看他说雨伞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雨伞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题，我们一样要猜一种用具哦。给你说呢，这边讲说有风不动，无风动。给你说，无风每当一无风太大，然后呢？它不动无风，动有风，那何当何风啊？哪里风？我再重复一次，这是一个用句，无风何当何风的词当啊，何当何风哪里风？哎呀，老师，当电蚊蚊，电风扇，它说电风扇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哈。这个地方，有同学说这边葵扇是什么东西？有没有听过葵扇？好，葵扇是扇子。不过的话，扇子的这些板子是电风扇，所以我们就算对了。好，我们